同学，我知道。你想去哪里啊？喝水。 需要换掉睡衣吗？对啊，我有洁癖，穿睡衣不住房怎么办？我就知道你会偷偷出去，所以我已经住在这边等了大半夜了。就像你说的，如果冯展是自杀的，那死亡时间的混淆、心理医生的爆料，这些都出现得太奇怪了。 我今天晚上就要去那个新闻主播家外面守着，看那心理医生会不会再出现。同学，我知道我拦不住你，但我也不想看到警察盯上你啊。我想过了，既然冯展的消息是我透露给你的，那就由我查到底，我来帮你找出那个心理医生是谁。你不要误会哦，我并不是关心你，我只是不想到时候还要烦恼怎么样去救你。 所以，我们就算是说定了，啊。不过有一句话我想说很久了。什么？那手可以先放开吗？太近。那我刚喝过。主编，什么事？喂 ，Rita， 麻烦你帮我预约一下明天晚上的雪港日本料理。主编，不用了，廖总刚刚让我预定明天雪港日式料理的2个位子。难得他还记得我们的纪念日，那就祝你们明天用餐愉快喽。嗯，好，谢谢。 你已经订着电脑2个小时了，休息一下吧。谢谢。语音那边我已经把你联系过了。他答应了。嗯，你们今天就可以过去专访。太好了，谢谢廖总。麻烦了我，要怎么报答？请吃饭。好啊，明天晚上雪港日料。 雪港，贵，好啊，我请客。是雪港日料。雪港。OK。 再也不敢拜托廖总办事，代价太高。我觉得这样也好啊，谈谈恋爱，这样就不会每天风里来，我里去了。谈恋爱？哪有？你不知道，大家都在说廖总对你有意思啊。这个，你准备怎么表示啊？表示。 你都暗恋他2年了，他现在喜欢你，那你不是应该是皆大欢喜、幸福快乐在一起？那还犹豫什么？反正啊，我们今天去采访何云云，明天你就好好的约会吃饭。那什么新闻主播的，你就不要太纠结了，啊。 雪港啊！
放心，我跟你说过了，你这条新闻交给我肯定没问题的嘛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好不好？啊 ，OK， 那就这样啊、哦。我跟你说好了啊，好，嗯，好，拜拜。需要帮忙吗？我车胎不知道怎么回事扎了钉子，爆了。你赶时间吗？啊？不赶。麻烦你帮我拿一下。好了，衣服没被弄脏吧？啊，没事，来，把它给我。等一下。哦，你不用给我，小事一桩。啊，擦一擦。啊，谢谢。抱歉。喂。我才刚刚从电视台离开，时间上恐怕会来不及。那这样吧，你把那个病人帮我改到晚上，啊，下午我会自行解决的，就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还耽误了你的行程。啊，不要紧，来，快点。谢谢。你下午有没有空？我想请你喝下午茶，就当谢谢你。怎么只有你们两个？史密特呢？他已经不在杂志社工作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专访我们是看在廖总的面子上面，所以才答应的啊。你们也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啊，因为现在网络上面的评价好不容易开始有了转机了，所以希望你们的问题可以不要太尖锐，好吗？其实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跟你们两个确认一下冯展的死亡时间问题。天哪，我都看不出来你。